里长一个一个的去这样说服他们，那甚至呢有国民党的里长这个很有信心的说，我告诉你，如果我出动的话，我就可以降低两成投票，让他们不要出来投票，是不是有这么的厉害哦？那对比那国民党现在这些民代都不敢出来了，这个里长在高雄这么做真的有效吗？这不一样的比喻，因为里、哦、因为立委啊大概都要51%，即使有实力或民众党三组的话也要45%以上才会过关了啊、嗯、所以他们是叫区中竞争的一个职务，因为只选，因为选一个。那里长呢？里长的政党色彩淡，里长的服务是跨蓝绿的。嗯哼。那里长他有几个重要的系统，我讲给你。第一个，里长大概有20几个领长。哦哈。那领长一个人如果十票的话，那就240票，一个里哈大概3000票。嗯哼。240票就3000票的有一定的比例。第二，他不是只有领长，他一定有巡守队。选手队的话大概会50到100人。第三，他现在有共餐，不管还在共餐2.0 3.0 4.0，然后呢大概每来吃饭一个里大概50到80人。第四，里长不是吃素的，他常常办旅游，旅游的话就会一台车，他常厉害的里长办10台车就400人。第五，里长哈，那里长啊跟大楼也有打交道，大楼一个里里面10个大楼很正常，那10个大楼里面一个大楼有10几个这个委员的话，那就又100多人了。嗯，那大楼就是35到55的青壮代，然后里长的巡守队年纪比较大，大概65岁以上，所以里长说我只要发动啊，而且低调。所以然后帮韩国瑜的话降低一个里降低两成是真的会发生的，不是乱讲的，我都把数字算给你听了。所以里长一个人大家可以轻易的接触到500到1000人，有相当的交情。那里长以前的敬老津贴什么很多通过里长啊那个消费券，所以里长就是那个里的土地公啦，土地公福德正神是厉害的，好不好？可是里长下次也是还要选举啊，那下次再甩2年多嘛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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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低调，低调，再低调，这是我给韩国瑜的建议。我过程都不重要，罢免掉，一翻两瞪眼，结果比较重要，我认为了哈。我们希望韩国瑜活着，现在我在你的节目想他救他的一些方法。第二，空军改陆军，找立委拍什么什么什么广告，什么那个 FB 什么，那都是空军。你今天就是要地道战，现在做拜托做忍者龟。就是基层的这样去活动，因为哦，空军的动员引力他们动哦，那是看天吃饭，年轻人，北漂回来什么那个大部分是反他的，那因为另外国民党的属性呢，会投罢免票的也有一大块是50岁以上的年纪，那常常因为你执政优势，以及你民政的宗教的系统是在手上，而且常常是国民党是发绝大多数里长是国民党吧，高雄我相信对不对哈？好，所以这个东西你很低调、谦卑、有礼貌，说不定就引力他们就没有得逞，你知道吗？我给他的中心的建议是第一件事，我把稍微节目稍微描述一下基层的力量哈。第二，引力在瞪你，监票，但不可监人。因为你这样的话会造成北漂年轻人什么人，你们年轻人比较不怕死，你知道跟年纪大的比起来，他一有恨他就跟你拼了，拼的话就过了，韩国瑜就掉了，所以也不要去监票，我真的建议不要监票，因为监票是什么概念，你没有得到监票员你不能在里面，人家都是以老师为主体的嘛，人家是有那是有经验的，而且有领那个车马费的哈，有那工作费，那你监票那2-3个韩粉、4-5个韩粉在监票所在晃来晃去，你认为会不会奔箱走告？会。那如果有的傻傻还拿个摄影机拿手机这样拍来拍去，就像那个大妈不是骂那个19岁那个女生那个这个场景，我跟你讲会一直播。8点发生这个事，他们可能7点多就去了。那他引力他们也要送天上掉下礼物，我怎么可能不接？他也会去，他造成冲突完了。我跟你讲，因为引力他们吃素的，引力他们啊，所以都不要去，因为你没有人会去做韩国瑜的票，投那个不投
反对韩国瑜罢免变成赞成没这回事，不用监票，真的要听我一句话，不要监票是第二干，第三我讲党内的权力消长的分析，我讲给你听哦。有一句话叫福无双至，祸不单行。那同样的，韩国瑜被罢免掉的话，我们希望他活着。好，我们不要，我们不要这个叫双字的福，我没有那么奢望。韩国被罢免掉，立刻碰到三个难题。我跟你讲，国民党第一个罢免掉，谁出来选？户籍都没签哈。对，连胜文什么朱立伦那个都不能选。没有人敢选嘛？对，好，只剩王金平的了。你跟王金平太多了吧？有仇吗？姓钟跟姓王那个没仇哈。太多。好，所以谁出来选？不出来选是不是大伤？连选的人都没有，那出来选，国民党会不会出来投票？不会，因为陈其迈会赢。投票只有投会赢、有乐趣的人会出来投，没乐好投出来。如果投出来是82-18怎么办？你们有没有想过？就你们没想过吧？这个多严重，对国民党再一次的打击。我们都有想过啊。沙漠啊，这有什么稀奇的？我们都有想过啊。这不用吗？这不用想过啊。第三是韩国瑜没想过而已。罢免掉，我说祸不单行是这个嘛？第三个祸害是什么？如果韩国瑜被没有罢免掉，我认为这样的连任就相对稳定。朱的挑战会大幅下降。那如果一韩国瑜被罢免掉，二。你投票补选，然后以压倒性的是碾压国民党的候选人陈其迈，那会不会大大的打击江启臣的威望？会。第三，会不会大大增加朱立伦的参选的可能性？当然是了，一年后再选主席。那两强相争哦，必有两伤，两个都会受伤了。